非常感谢各位的出席啊！那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那个黄千智董事长啊，来为我们讲解一些那个垃圾啊废弃物再处理的啊一些实务的过程哈。那我们去年其实有请到他来演讲啊，这门课虽然其实我蛮重要的一门课啦，关于营运实务，其实是那个让你们这个大四的学生还有硕一的学生啊，就这门课一直都是我们系上可能是。对，蛮重要的一门课之一啊。哦，那个现在这种概念，废弃物再使用的概念非常的普遍，未来为我们环境的永续哈，可能应该会越来越这个产业应该会越来越发达啊。那我们今天就是很荣幸能够再次请到那个黄董事长来谈这方面的。我把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流程。今学期的一系列演讲主题，其实我都请的很年轻有为的创业家来这样子。那他们有以下的特色，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是所谓的特别设计是所谓的 Hard Reaction Entrepreneurship， 他是一个有意涵的创业家，创业家他很热爱他自己的事业，而且他活出他心中的愿景，重点是他为社会创造很大的价值，重点是公司还成功支付这样，简直就是说你是活自己，活出最好的自己，而且你很热心的创业，重点是你还赚大钱这样子，所以要达成这些充实他的这些要件。那我们就是一系列的演讲，那第一个开场是请黄千智先生，此外就是我们这一组的同学，第一组的同学会根据就是会专门制作一个小智研发的影音个案，就是影音的深度的影音个案，这样作为日后可能大家在做策略或是创业讨论课的那个教学个案这样子。所以基本上那大概今天的流程是这样，那今天会先等一下，因为要增加同学跟那个黄先生的互动，所以我们会让同学对他做个简单介绍，那老师就不介绍。那以下我们就欢迎今天要做那个影音个案这一组的同学，对那个小智研发还有黄千智创办人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谢谢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的演讲主题是性感的垃圾，永续的绿能。好，那在我们演讲开始之前呢，我先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背景介绍。黄先生呢是在1978年于台湾出生，然后11岁的时候移居美国。之后是读康奈尔大学的建筑系，然后是哈佛大学的建筑硕士。那在2012年的时候，他获得纽约杰出创业者奖。为什么能获得这个奖呢？我们就要从他2004年创办的小智研发说起。小智研发的宗旨呢，就是上面看到的 minimize your carbon footprint， 也就是秉持着环保的3R原则。reuse, reduce, and recycle。所以我们就从它的设计专案还有设计产品来看，最为我们知道的应该是2010年的台北国际花博流行馆的远东环生方舟。但我们等一下会进一步的介绍。那我们先讲一下，就是目前比较新的是 Nike 的羽毛馆，就在北京，然后它获得了2013年的美国工业设计大奖。那至于这些比较大型的设计专案之外呢，我们还会看到就是下方有一个那个 Apple 的手机壳，它叫做 Recase， 然后它的功用就是它环保的建材之外，它的硬度就是坚固程度也是可以作为建材的。那上方有一个酒瓶，它叫做Rewind， 它有除了酒瓶的功能之外，然后就是它的建材是回收之外，它还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你可以在那个酒瓶里面放置灯泡，那这样它就是一个节能的灯台。然后它就是收集酒瓶的人不可能只有一只酒瓶嘛，那你如果买很多只酒瓶，然后都用这个 Rewind 的那个酒盒的话，就可以堆叠成积木，就有点像乐高的概念这样。好，那我们呢现在就从远东的远东环生方舟这个最著名的设计专案来介绍。远东环生方舟馆在台北圆山公园，然后它位于车来车往的中山北路。那你从外表可以看到，它的所有的外表都是由广特品砖所构成的。远东环生方舟馆旁边有许多水池构成，它就好像一艘方舟，注入于在绿海当中的台北市。然后一楼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水池，湖光粼粼，反射着很多的透明的空间。那你看到天花板？这也是由那广特品砖所构成的，晚上打灯的时候非常漂亮。那这是整个一楼的图书架构，那你看到这个就是广特品砖的特性，这架构由广特品砖所规定而成。那这是在二楼